在这之前，其实在美国练球的时候，一直有做动作上的调整，然后还有稳定度这方面。然后我觉得，其实在这场打完之后，就觉得我之前在训练方面的地方是在一个对的轨道上。这十八洞，我觉得天气方面一直都是在练球的时候一直比较担心的地方。然后今天也不出所料，天气就是预想的那样子，所以。其实在这个天气下有这样的成绩，我觉得是还可以接受，对啊。然后打了很多好球，第九洞我觉得打得特别好，因为其实第九洞那个整个视觉方面其实很有压力，然后能够在第九洞打 birdie， 我觉得很开心，对。